大南顶面患有精神障碍，家户因为无力摒扫，居家环境恶臭垃圾。大南组织便已发挥爱心，由副议长陈金城带领之下，动员以来员工以及家属，各有志工近30人，同时邀约当地的三合国社甲福田组成会，做伙前往关怀摒扫。无到一个透早，就予原本堆满杂物的三合院焕然一新。这个好景前就臭成个规个，厝内满涂骹的粪扫以及烂气的食物飘散着恶臭，看到这家人实在是无法度去整理。大南组织病院发挥爱心，由副院长陈金城带领之下，动员病院的员工以及家属志工近30人，当地的三合国社甲福田组成会，做伙前往关怀摒扫。其实我们这只是我们慈济的日常了、啊，我们几乎每年只要有需求的个案，社区呢有提需求，我们就会发动我们的院内的同仁来帮忙感恩屋打扫，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。今天刚好有两个个案呢，一个是在上个礼拜是在眉山，这个礼拜我们在大林这个地方，也是我们医院所在地方啊，乡亲呐，那事实上是等于照顾当地的乡亲，那我们也结合了。除了我们自己医院同仁以外，我也邀请了住院医师们，还有师兄姐，另外还有。在东京县副议长邀请之下，三浦国小校长蔡明生和学校的老师，带领4位4年级的学生做伙参与摒扫。校长表示，当小朋友看到跳干那酸的粪扫的时阵，惊一跳。除了去后头卡四角白的家族之外，厝内暖气发臭的食物味，更是需要排除心理障碍。不过囡仔拢无抱怨，等到伫付出的过程当中得到真侪的欢喜。厝内前后恢复清气，副院长陈金城家己开钱，赠送三阿杜、毯仔、棉被以及碰床等等，予因清爽的舒适居住环境。新闻新闻蔡明东大南店采访报道。同学，请问你觉得这个嘉义县有这个征才的 promo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棒。那你本身是嘉义人吗？我是中埔人。中埔人非常好。那请问有这样的工作，就是如果在嘉义有好的工作机会，你愿意回去吗？当然愿意，当然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可以帮我扫描一下吗？都是嘉义的工作。同学，你是哪里人？嘉义人啊。嘉义人，那你觉得说现在嘉义县政府有推一个线上的征才的专区，你觉得如何？蛮方便的啊，嘉义的工作，嘉义县每个地方都有，哦，蛮方便的。谢谢同学。同学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嘉义人哦，好，那其实我们现在有推出那个嘉义县的产业线上征才专区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样很棒啊，这样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。很容易找 OK， 那你有想要找哪一类的工作吗？护理的。护理的。对。OK， 好，那就祝你求职顺利哦。谢谢。